最后一次是在十多年前了，现在都没有。其实童年的时候，香港都特别的穷，大家都很努力的在打工，然后我家里的也一样。但是有一次我记得我妈妈去了那个公展会以后，买了一个机器人，要放电芯到里面的那种，我就特别开心，然后也印象就很深。哦，这是几年前的事了，就是也会去买，每一年都买了什么，看看杰西有没有给机会给人拍到，我给躲起来买，没有那么容易发现的杰西。反正是来感受一下过年的气氛，对。还买了那个柚子的叶，就是从头洗到脚，就把那些去年不好的运气啊、不好的东西把它洗干净。有，都准备了。Thank you.